要我从这里用弓箭点火啊？我没有弓箭啊。What？ 我跟你讲啦，红色的火焰也可以啦。Fire！ 这到底是有还是没有？没有，一定要啊，要修，一定要蓝色 fire 就对了。好，我们来试一个好不好？我们来试一个茉莉布里蓝色火焰之枪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我准备好了啦，干，差一点。一号选手，已经准备好了。送 ，nice！ 赞赞赞！买什么买啊？根本不需要啊！我们可是标枪的国手呢。啊，我刚以为要过关嘞、欸。看，还是要弓箭。啊，刚刚这么精湛，过得这么精湛哦，继续。看来我们只好。搏命演出，搏命演出，哇，失败！可恶，应该多买几支标枪的啊！我真的要气死，啊，真的没有办法，真的哦，气耶！如果觉得我们频道的影片不错的话，欢迎订阅我们，开启小铃铛，或是加入肉铺会员，成为肉圆来支持肉肉。如果觉得废话太多，也可以使用影片的超级感谢来支持我们哟。